一定要转职成六耳猕猴啊！如果你不小心转职成花果山大王，虽然前期配合连击属性轻松秒杀一切，但是等大家闪避堆起来，那就纯纯是个人体秒变大师。而六耳猕猴就不一样了，像钻石自带反击，三转后反击不仅是范围伤害，还能击飞敌人，就算拿根打狗棍也能轻松秒天秒地。随便挂机一会儿就刷到整套传说神武，毕业速度甩个币花果山大王几条街，妥妥的平民后期战神，你还不快来试试？